由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被定名為焦點城市的2016香港單車節將會在9月25日隆重舉行。作為香港動感十月的頭炮活動，今屆單車節的規模更加會是本港歷來最大型的一次，至今已經吸引到超過4600位本地及海外單車發燒友參與報名。讲翻今年的活动内容先，大会总共设置了四项赛事和五项单车活动，最为人所关注的除了有云集海外专业单车选手角逐的国际专业公路绕圈赛之外，广受公众人士欢迎的50公里挑战组和30公里悠游组亦都是赛事的焦点所在。无独有偶，两个组别的路线都比上年有所延长，并且覆盖本港多个标志性建筑和主要道路。虽然难度相对提高了，但是参赛者可以沿着香港咁美丽的景色破风作赛，肯定是一大乐事。先同大家介绍下挑战组，路线会由上年的35公里延长至50公里，并且会横跨6区，而且仲是本地首个路线覆盖三隧三条的单车活动，令挑战性和新鲜感大增。首先，参赛者会由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出发，沿西九龙方向上西九龙公路，转入青葵公路，再经长青隧道、青朗公路后去到丁九桥折返，之后踩上青马大桥去到马湾掉头，跟住会经南湾隧道上岸船洲大桥，沿青沙公路上斜入尖山隧道之后返回西九龙，最后经柯士甸道、九龙公园径返返终点梳士巴利道冲线。至于悠游组方面，路程亦都由上年的10公里大增至到30公里，参加者同样在梳士巴利道出发，踩上西九龙公路之后再经长青隧道去到青衣，然后就经南湾隧道和岸船洲大桥回尖沙咀。值得留意的是，这一条路线要途经斜度约 4% 的岸船洲大桥，如果遇上逆风的话，对于参加者来说无疑是一大考验。俾个 tips 大家啦，如果想亲身近距离体验对制计时赛、男女子公路绕圈赛等嘅精彩赛事，可以沿住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同埋近尖东嘅八周年纪念花园观赏。到时大会仲安排咗各式缤纷刺激嘅运动主题表演助兴噶。如果你想安坐家中收睇 ，Now Sports 亦都会由下午开始直播男女子公路绕圈赛同埋国际专业公路绕圈赛嘅过程，大家记得唔好错过啦。